做是冷静的僵尸啊。抱歉，我按到另外一个键没录到。Oh my god！ 九泽 CP 到底怎么秒变僵尸了？在透露答案之前，就带大家直击他们的配音现场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你说说话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你说说话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你说说话。难道东来是？难道东？啊，这些好难念。看谢谢。我们不是专业的粉丝，太对了，戏剧感的来一个哈，就是那种不是啊，那时候就是要难过悲怆。好，三二，不是啊，游戏不是这样玩的。哇，这个声音好专业哦，这是谁？铁牛。好，来，换铁牛跟你 PK， 来，对，好，来，三二，来人啊，处死安炫大奸，对，来人啊，处死安史大奸，安史大奸，铁牛跟你 PK， 来，对，好，对吧，你。在看这个节目的你对吧？稍微再多加一台是太入戏了。可以，我把它录起来。OK。好。昨晚对我动手的就是你吧？很好 ，OK。好，先。表情比胜利更精彩，对不对？最近配音的成果如何？大家得去看正片揭晓哦。狼人杀结合李氏超限而成的狼杀超限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？就让陈零九、秋风泽替大家揭晓答案。它是一个比较偏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，因为我们就是集合了台湾一些不管是网红啊、YouTuber， 然后像我们歌手或者等等之类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，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去用狼杀跟李氏朝鲜去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去拍一个这个所谓的停格动画，就是它是用一个 stop motion， 对，然后组成的动画，然后我们主要想要传达说就是在经过黑暗之后，也还是光明还是会出现，然后我们是想要呼应这波的疫情、啊、是的，就是我们可能世界都还在遭受这些灾难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做一个这样子比较公益的活动，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战胜这个疫情这样子。而在动画中，你们有机会目睹到九泽为了这个公益活动首创出他们的公仔哦。看我们手上这个，这是我，好不好？小 Q 版的我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还有这个不太重要的小赖，不太重要，但是我们还是帮他做了一个。角色那不能剧透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就是一样，就我们在里面有一点是李氏朝鲜，也是有一些心机的部分，那结合狼人杀，其实都有一些心机的部分。那我们可能在里面会有一些斗志，然后哎、欸，你猜那个什么，那是成语叫什么？什么猜忌什么之类，我忘记了一个成语是。对，反正就是我跟林九，对，互相在一起，互相在一起，谢谢经纪人的帮忙。然后有一怕是我跟林九一直这样，一直呕小赖，打，然后他就会流血。没有啦，这些乱讲，我不知道传递正能量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我们会。这个不要剧透，反正我们在里面会有一些斗志这样子，对，出现这样，然后可能最后面我们一起迎向光明这个感觉。一样。那说真的，就是小赖是不是还凑一张？哦，是。小赖就是一样啊，就跟要加入我们四间体一样，就是硬要来。对，重点你看他眼睛其实也看不太到，你会分不出到底是眉毛还是眼睛。哎，他怎么有两个眉毛？对啊，小赖也很重要。对，他在大家都很重要。对，在这个剧情里面，大家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没错。不止九泽，好友王思佳把三羊阿电也都现身力挺，而他们的公仔也要来好好介绍一下。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的公仔。对，我第一次看到。非常有气势的作品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各位，你看，欢迎大家今天来我的登基大典。我就坐在这。那阿电，请问你的公仔？
Kid， 是 Kid， 长得跟阿店很像，可是他头发不一样。哎，我现在是灰色的哦，重新上色好不好？对，干嘛这样？干嘛这样？我们刚刚大家一度以为这只是你，对，就因为我下巴有一撮那个胡须，所以等这个上色之后就会不太一样了。记得阿店真的傻傻分不清，而最后九泽也不忘呼吁大家，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个狼杀朝鲜，然后。我的手断了，吓死我！这可以装的，没事。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狼杀朝鲜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，然后里面有主演了很多我们大家的艺人来帮忙协助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敬请期待这个特别特别的合作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